是港外列车到那112年了。112年1月29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40站了，16:43，首拍测试。就淡水看淡水的西侧慢行526525片子。我刚才想刚刚是，远处有一个东西啊，我在想，那是过不久将来那个吧？很中线吗？有可能吧。好，各位乘客们，就淡水。来找位置坐一下好了。啊，但是刚才想刚回事情，526525编组。137次，谢谢大家麻烦，以及看啊，象山也是西山八行。那这次再见，拜拜。啊，我坐一下，好累啊。好，谢谢各位，那就拜拜。